好，前面就是双乳峰啊，我们等一下要去走它的四叶线。哦，前面的就是太平。因为前面是什么？太平洋。好、哦，太平洋。我们休息，休息一下。好，枫树林啊、哦，30，这都是。哦。啊，这是樱花。樱花，所以二月份的时候来樱花的不一样吗？嗯。说儿子说过。哦。这高山的高丽菜啊。对。它就是上景哎。这边的农民种的。这是茶园，其他民宿哦，是农家改的民宿哦。来这里游客多的，对，八月中旬的时候最金针花开最多的时候。1200多了，我们今天要去那个制高点是1340，1340，双乳峰。哦，这是西边啊，真叫水啊！你看那个山破破碎碎，那个都是88风灾的时候掉下来的。哦，真的、啊。那上面那个景观台，那个就是我们刚才从那个基地那边看过来的那个双乳峰的右边那一峰，所以我们这边看是左边。有一个金针山三个字，下面那个房子就是石头屋啊、哦，对，石头屋往右边那边有一撮有房子的，林线上面的房子就是我们的基地，大马力的啊，大马力的基地，所以我们刚才是从那边看上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那个四叶线大道上面。四叶线那边是右峰，这是左峰，每一个峰上面都有一个凉亭，就是它的乳头。介绍的真好。哦，啊，那边还有一个啊。每一年，那是到七月，也是八月的时阵。这双乳峰的亲像满山遍野拢是黄金，因为金针花已经开啊。
爬去双乳峰顶端，就看到一座凉亭。伫这凉亭，会当看到每一天的每一道早晨的台湾曙光。来到太麻里这个金尖山的时间有一点啊早，如果你若是看到这段影片，安尼就差不多要准备出发，因为迄个时阵金尖花到了八月一定满开啊啦。